老板，老板，别玩手机了，我们玩个游戏啊。好，你说。我说一句，你学一句。你说错的话呢，我就打你一下。嗯，小儿科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哇，老板，你居然学会了反套路啊！哇，老板，你居然学会了反套路啊！这样都行啊？这样都行啊？哇，我请你吃饭啊！请吃饭。我喜欢你。世界只在你眼中。你刚刚不是说要请我吃饭吗？走吧。你干嘛？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男人会对你好。哪两个？一个是你父亲，另一个是你的男朋友。所以呢？你还没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不太明白你什么意思。你有没有男朋友啊？没有。既然你没有男朋友，那你说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？你想做我男朋友？不，叫爸爸。老板，你叫我。啊，坐吧，这是我全资注册的子公司，业务都在里面，你看一下。老板，你这是？对，这个公司以后就交给你来负责。不是吧？这我肯定不行的，我才刚刚。有什么不行的？还没开始就说不行啊？我是怕我这能力不行，接手这么大的公司赔怎么办啊？我什么意思你还不懂吗？你现在不把责任担起来，以后怎么给我打理公司？哦，那咱这待遇，薪资翻三倍。那咱这房子，五星级公寓。那咱这车，哎，唯独车不行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还得给我当司机啊。哎，怎么了你？你咋早唉声叹气的？昨天晚上我又喝多了。哎，又喝多，你病又好了是吧？哎，最坑爹的是我喝多了以后，哎，打电话给女孩子表白了，好糗。哎呀，这种事嘛，大不了朋友没得做啊，找一个异性朋友，好事好事。老板，要是真像你说的那样就好了。怎么？我今天早上一醒来，多了五个女朋友啊，五个女朋友啊，五个。你活该！你就等着被我划分是吧？你出去！哎，小雨，给你看东西啊。什么呀？我闺蜜怎么样？来吧。闺蜜啊，我看看。哇，这身材，哇，太棒了！怎么样？啊，这个其实一般般吧。真的假的？对呀、啊，主要是每天跟你在一块儿，看美女都看习惯了，看别人也没什么感觉。给你，给你。啊？这是干嘛？擦擦。哦。怎么流鼻血了呢？上火了可能没啊，上火了。不是，老板，我到家了，我先上去了啊。等一下。怎么了？我问你一个问题啊。什么问题啊？我那个会跳舞的闺蜜好看还是我好看？当然是老板你最好看，你可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好看的女生。知道了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我雨伞忘了。老板，我拿一下雨伞。好，你拿。老板，这么急叫我什么事儿啊？啊，分公司上面报表你给我吗？我昨天当面给你的。那王总邮件。哎，我昨天看着你回的。其实我想跟你说，我想交男朋友。真的假的？你终于想通了。真的。那你有喜欢的人了吗？有啊，我正跟他聊天呢。真的吗？真的啊。那你先聊吧，我吃饭去了啊。你在哪呀？我刚到家呀。你开车出去干嘛？我去逛街了呀。你逛街干嘛呀？还逛街干嘛？买东西啊，当然是。哎呀，我把你拉在商场了是吧？老板你在上面等我啊，我回去接你啊。哎呀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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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老板，你咖啡不加糖也不加奶。哟，你今天这么殷勤，没什么好事吧？我那个想请个假。请假干嘛去啊？我约了朋友出去玩去。去哪玩？你看夏天这么热，我去游泳。有女生吗？男的女的都有。那行吧，你去呗。好嘞。哎，等等，一共有几个人啊？
干。你就老老实实给我滚出公司吧，你不许去。哎，你说这日子过的，我太难了啊！啊！我的命！怎么就这个呀？老板啊，你这是干嘛呀？我最后的口粮也报销了。不就一碗破面吗？那你还要怎么样吗？那你实在不行，你赔我一碗吧。赔你一碗？对啊。一碗吗？那怎么的还半碗啊？啊！你流氓！那不赔就不赔了，怎么还打人呢？晚上有空吗？嗯，我有空啊。嗯，晚上我们去吃我们家附近那家米其林呗。米其林轮胎那玩意儿能吃？啊！吃完之后我们再去看个电影。嗯，行啊。看完电影之后，不住我家呗，我害怕。这不太好啊。不是小雨，你打什么岔？给我闺蜜打电话呢，这是。啊那什么，我拿纸巾，我借点纸巾，借点纸巾。对啊，没什么。小雨，你这个运气怎么那么差？怎么回事？哎呀，你今天这身衣服好美啊！来，咱拍照，三二一。怎么回事啊？我说你呢。来来来，再来一个，三二一。我说你呢，你打什么岔？哎，这个角度才最好看。再来一个，三二一。